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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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曾数次引用此句， 分别是1962年 印度军队对中印边境的侵犯， 和1978年越南军队对中越边境的侵犯， 因此被视作中国准备开战的信号。 近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曾数次引用此句， 分别是1962年 印度军队对中印边境的侵犯 和1978年越南军队对中越边境的侵犯， 因此被视作中国准备开战的信号。 近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曾数次引用此句， 分别是1962年 印度军队对中印边境的侵犯 和1978年越南军队对中越边境的侵犯， 因此被视作中国准备开战的信号。 近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曾数次引用此句， 分别是1962年 印度军队对中印边境的侵犯 和1978年越南军队 对中越边境的侵犯， 因此被视作中国准备开战的信号。 近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曾数次引用此句， 分别是1962年 印度军队对中印边境的侵犯 和1978年越南军队 对中越边境的侵犯， 因此被视作 中国准备开战的信号。 近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曾数次引用此句， 分别是1962年 印度军队对中印边境的侵犯 和1978年越南军队 对中越边境的侵犯， 因此被视作 中国准备开战的信号。